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吃皮 Gans 实况团的中泽。现在我们要实况的游戏是，等一下，我关一下这个，不然上面会跑数字。现在我们要实况的游戏是芋圆柚子制作的游戏 Before Story，这个呢是试玩版。那么我们现在开始游戏吧。这样怎么点？七吧，应该是七吧。这个世界是由三位主神所共同维持着。第一位为秩序之神梅尔波曼。人族守护神，他负责掌管一切秩序和理智。第二位为混沌之神沃夫瓦特，魔族守护神，他负责一切乱数和情感的起因。第三位为时间之神克罗诺萨，掌管时间的中立神，他负责将一切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，其中最不安分守己的主神就是旧妃沃夫莫属。如此无趣的日子，何等人能够容忍？望着和清海晏的天下，枯燥乏味，无法按耐。于是，我国文不好，这是什么字啊？是什么了许多日子？他微微扬起狡诈的笑颜。浑浑噩噩的10年过去，世间万物无一计。许过去的教训，复仇的人类与敌视人们的魔族，随着战火的燃起，二次人魔族大战又再次爆发。魔王城外。触手，触手是触手，不见了。相扑选手，可恶，还没结束吗？魔力已经所剩不多了，这样下去，结界不晓得还能支撑多久。魔王城堡某一层，哎呀，后面那是什么？这是阿神吗？他后面那是什么？后面有变态，有变态啊！后面有变态，糟了，前进的道路已经坍方了，至此为止了吗？交给我吧。地震，瞧，这样办不就行了？不过，看来我们有访客了。牢记你的誓言，动身吧。奈奈，这不是鼎鼎大名的地狱犬吗？哎呀，没想到连可爱的勇者大人也在呢，还未好好一同玩玩，勇者大人这是急着想上哪去呢？哎呀，主人丢下你这落魄的丧家犬先跑了呢。不过，嘿嘿，你这家伙还挺有两下子的嘛。去，废话少说，你这家伙还真没耐心了，就先让我陪你玩个几招吧。现在，
现在，哎，我现在要去哪？芝麻开门。尽管看似火焰，但能感受到一丝丝寒冷从火中散发出来。石柱，这是什么啊？退下，人类。人类可是很伟大，你说什么东西？这是血吗？小香菇。这种地方不是你该来之处。退去，进入，当然要进入才能继续游戏吧。魔王城堡大殿，传送阵似乎没有反应了，看样子只能往前走了。往前。哦，只有一条路。葡萄欸，吃我吃我吃我吃啊！这么久不见，连声招呼都不会啦、又再次见面了呢，勇者大人。等等等等等等，太快了吧！这么快就要战斗？等等等等，太快了吧！我可以先吃葡萄吗？居然不让我按！我要吃葡萄啦！战斗回顾，有回顾吗？什么也没有，什么也没有，什么也没有。哦，战斗道具，我有什么道具？什么也没有，什么也没有，没有什么，什么也没有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什么也没有。为什么要先吃葡萄？因为肚子很饿啊。现在是怎样？现在是怎样？现在是怎样？为什么什么都不能按呢？让我看道具啊！没有道具，难道是 bug？ 卡在这里了。有，防御，发生什么事？哦，我防御了。不是应该先吃早餐？我吃过啦。啊！我被扣血好多，你干嘛扣我血啦，阿谦哦！特技是什么？屁股走路特技，屁股走路。受到祝福的灰吉能够吸收魔物的生命。凝光斩，凝聚光芒成为剑。用以攻击近距离的敌人，后面的数字是什么？这可以用吗？这个好了，不让我用。我看一下有什么攻击，攻击就直接攻击了。痛痛，痛痛痛，我的血，我的血，等一下，我想要道具补血啊，没有道具给我补血。要死掉了，不要吧！这游戏没有付的血，就这样 GG 哦。好痛，喷血了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，阿神好痛，好痛，阿神痛痛，阿神好痛痛啊，好痛啊！破碎的勇者梦，好快哦，好快哦！再一次啊，再来一次啊，让我们再来一次啊！一二三四，再来一次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意是什么？不让我按呢，不让我按呢，我有点帅，对吧？别是什么？别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关掉游戏了。不会吧？原来别是关掉游戏哦。什么东西啊！好，再一次，我们再一次啊！刚刚那太乱七八糟了，这里我们跳过啊，三个神，秩序之神，
为什么没有见到那几个神啊？我刚刚有见到吗？还是我有见到了？我刚刚有没有见到那个神啊？我有见到吗？到底有没有见到？我见到阿神而已。然后阿谦是什么？阿谦神。跳过跳过，我要跳过。噗噗噗噗噗噗，快点跳过！噗噗噗噗噗。还有没有看我的滑鼠？不对，看我的键盘。不对，看我的空白键。空白键迅速的掠过。好短哦，我实况几分钟啊！啊，又来了！我们再试看一次。触手，触手是触手，快点，有触手啊！这是 巨人哦。岩浆，这里是，你看后面有个变态是谁呀、啊？他自己会自己走，好快哦！糟了，前进的道路已经坍方，到此为止了吗？交给我吧。他是谁呀、啊？他是一个神吗？是我旁边那个影子的样子长得好像什么悠悠 man 哦，没想到还记得名字。哦，那个是谁？跳走了。那个人是谁？他们在干嘛？他们在下面干嘛？好激烈哦！为什么一直跳到他身上？前进啊，勇者！哦，我干嘛在看？哎，这个可以吃吗？不行，吃哦。退下，退下，退下，人类，退下，退下，你退下。我要吃，我吃，我吃吃吃小草莓，小番茄，小梅子。前进吧，去寻找脱下裤子的方法。我要成为勇者。哦，碰到他好像会，我要多吃点葡萄。我不要碰你啦！啊，这样到这里就会碰到，不让我吃完剩下的葡萄吗？这么快就要战斗？战斗，特技，来特技吧！砍我了，圣砍机，砍你，砍你，砍呐、啊！哎 欸，刚刚好帅，你说啊，居然没扣血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太外挂了！欸，痛欸，为什么可以打那么多次？怎么可以这样？怎么可以这样？是什么？潜能极致，潜能。人类特性一种能够激发出本能未知的能力，大幅提升攻击力与物理伤害承受力。好，来吧。阿普，哎、欸，痛痛痛，干什么？哎、欸，痛痛痛，你干什么？你怎么可以打那么多下啊？这个好了。哎、欸，有空洞血，可是我的血，这时候怎么办？什么道具？还是没有道具？道具要去哪里捡呢？诶、欸，攻击有什么啊？我又蠢蠢的按下了正面攻击啊，要 GG 了！不、再来一次，不甘心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中则正面，再一次，
要重跑，有没有什么快速的掠过键或是什么？时间之神，时间之神，我在战斗的时候，你可以出来帮我吗？帮我暂停一下那个阿谦大大的时间，让我好好的砍他。2022的10年过去，二次大战。欸，我可以到这里吗？不行，我到不了。那你看起来欢乐哦。欸，他是谁？某一层，某一层，某一层。超了前进都已经探方了，到此为止了吗？交给我吧。哦，蹦。不过。看来我们有访客了，访客从哪里出来的啊？这个身影是谁？爱心欸，爱心。爱心，爱心，他们两个是什么关系？玩什么几招？欸，这时候我可以走到哪？旁边那是什么？墙壁上是不是有鸡腿啊？下面有小蝙蝠欸。你在想坏蛋人什么？我是小狗了，别东张西望啊，小狗了。乖乖陪你的新主人玩啊，好像很好玩欸，我想去那边。让我过去啦。我也要去那里玩。我要玩小狗，让我过去！我要跟你们一起玩，我不要打魔王了，让我过去啦！旁边那些蝙蝠还有什么好可爱哦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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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前进吧！这间好暗哦。噔噔噔噔噔噔，退下，人类。还是觉得这很像血，这是什么？凌乱的墓穴在烛台内，烛台的银色的烛台内已经只剩下灰烬了。尽管看似火焰，但能感受到一丝丝的寒冷从火中散发出来。传送阵发出的光芒透过水晶散射出来，破碎的水晶似乎是刚刚的地震所造成的。继续吃。那么还有什么可以按？嘟嘟嘟的什么？这是什么？遮羞石。乱讲的。传送吧，这种地方不是应该……退去会怎样？退去，今天没有剩下多少时间，交给你，快结束这一切吧。好啦，进入啦。魔王城堡大殿，传送阵似乎没有反应了，只能往前走。那是什么岩浆吗？你家地毯，你家地毯，你家地毯好脏哦，你家地毯很脏，都没有洗。
家地毯的材质真好啊，为什么会那个岩浆烧都不会坏掉？只是真的好脏哦，该洗一洗了啦你。脏鬼，真是的。哈，完全把我的话当耳边风啊，又再次见面了呢。勇者大人，什么耳边风，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为什么你要跟我战斗？我跟你是什么关系？还是没有道具哎、欸？特技。等一下，先来防御好了，防御吧。痛痛痛！哦哦哦！痛死我了啦！特技，近距离攻击，很痛很痛痛！眼前一面黑暗，特技，这个好了，没。死掉了，死掉了啦！好痛！怎么我只玩得到这个结局啊？但是刚才有个多一个女王什么东西的？那今天开台这么快就要结束了吗？意思什么？翻开日记，没有日记，我的日记里面什么都没有东西啊！我是不写日记的勇者。好吧，好吧，今天开台就到这里结束，这我们就等正式版上来吧。正式版我要去支持一下，好像2015年才有，那时候，2015，好久。那么大家再见咯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是中泽，不要忘记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